最近，王院长网络上看到了很多武汉医生的故事，他突发奇想，做一些戴口罩的皮影短剧上传到网络，变成皮影戏。咱们现在演不了，咱们在视频上、抖音上、快手。不好看，不行，就露俩眼睛，一个眼睛就是。啊，而且现在演员不在，咱们现在没有现成的故事，你得找真实点的故事吧。嗯。家伙事儿不在，道具、灯光要拍困难很多，嗯、而且呢，他要视频的话，时间又那么短，所以我觉得表现力都不太够。